愿意那我一辈子守护你吗？我愿意。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守护你一辈子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一点是什么吗？帅是一点，还有另外一点，有的事情你要么不承诺，要么承诺你就一定会把它做好。我一直都很有安全感，我觉得你很可爱，所以我是爱你的。来自航天各条战线的300多对新人在北京航天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同步联动举办集体婚礼，让祖国见证幸福。为的早已不是到达心里的里程碑，而是更在意沿途